会生气哦。本来无，我不会遐。但是我做男丁的一定爱参你拿一下比赛。对对对，平常时拢是你好问我。无，有啦，做了两三届。好，对啊，今天好，对，非常有荣幸，真的，就是大家就跟满满的上进心啊，那对对对，可以往上就往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很好，很好的现象哦。我们的希望能跟上你的脚步，好。来，你讲嘛，对，大家都是为前途，为前途，对不对？对，心不台币无法度啦。对啊对啊，起码就是啥物拢要谈啊。哦，啥物拢要谈。你若叫我去打赛，我嘛去打。我就欠钱的。刚捌看过这么啊水的打赛的，你哪有想要看的话，我打给你看。哇，真的哟！啊，你这现在，现在无赛。无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若要叫伊打赛，你啊那个心态就爱站到比伊更加悬哦。哎，对，啊，你这样我就悬着。哎，我之前在网络看到一个检举达人，你知无？我前次被检举。然后他被检举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常常检举别人的，譬如你停了车，好多摆啊，方向灯无打，红灯右转，左转闯红灯一种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可以检举家人哦，很严重，很严重，他被喂那个，我快一走了，我水头。我感觉伊迄应该是就是太过分了，所以真的很过分。我上个礼拜也收到一张罚单啊，真的哈，那是检举达人给我检举的哦，我很感谢他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打方向灯都会打到底。我也是，啊，一样的吗？也是。那关系太紧张对不？对，对不对？小心一点哈，就会马上就会转过了。对对对对，两后边后边那台枪就危险。今麦来，我跟你讲，今麦来你关掉，你有青菜。哦，鬼谷就算了，阿丁嘛是爱听，阿我清白就拜拜啊，蛮深刻的经历。哎，今天后边车就是啥物，今麦装我们行车记录器对不对？后边咧甲你创啥一清二楚，所以卖你车顶我白做开台机。哦，对。驾驶座想要跟副驾驶座干嘛，就下面一点就好。对啦，要不后面很清楚。啊，重点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。是，对啊，对啊。如果说这个闯红灯真的很危险，对。啊，如果真的很赶的话，先看一下左右两边，看一下有没有后面谁是你。对啦，对啦，真的啦。因为咱只要讲那边诶做寡对嘛，咱就当时挂掉。再来就是元宵节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是大概很忙的一天，哎呀，所以哈，我们这个咱出外面看牌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到咱的贵宝地，咱的下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哈，咱的进城公家，好，今天你是咱的公主，是咱的五股开台尊荣啊，咱今天哦。桂罗这个台店，在我们1月17号，哦，农历正诶正月十七号的时阵吼，咱要来桂罗，当然吼，咱来到会场当中，好比拢非常的这个虔诚的这个心情哦，拢有心来甲咱的吼，诶，真正恭送礼物尊神，咱先来做参拜，当然吼，咱要来祈求着吼，咱的礼物尊神诶，当哦保庇着咱现场当中每一位好朋友哦，做甚物代志都非常非常的顺利，是，当然吼，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这样子哦，所以大家。用着上届天神的这个心，相信着咱礼物之神，我拢会当感受着啦吼。继续要来祈求着咱礼物之神，保庇着咱的公家会当风调雨顺，嗯，啊，国泰民安，这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课题，对不对哈？好了，那在我们这个所的来时间上啦吼，愈来愈老的，因为后壁这只吼，真正是。大家非常非常期待，对不对？对前面铺成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要等他。我们接下来，害我好惨哦！谢谢，来来来，我们刚来就是要把巧合送给大家。至少你忍耐这样做，你却碰到我，过去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见。这句技术关键，我觉得功能特别的。我不行，我没有力气玩。哈哈哈！关掉我。拜了，你很好表演起来。我不按了，我起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两个这个歌线路歌路不一样哦。我最喜欢听你唱歌。我也很喜欢听你唱歌。刚好，我最喜欢听老师唱歌。老师帅气。
OK 哦，南高校的好朋友，前面啊、哦，右边、左边这个最热情的掌声了啊、哦，都来。